的糖大概是在高淀粉的植物里面可以食物里面可以找到。淀粉指的是哪一些东西呢？主要就像米啊、饭啊、面包啊这些东西哈。所以这些高淀粉的食物吃下去，身体的最重要的反应就是它很迅速的就会被我们的消化液所分解。那我们这个消化液是主要就是淀粉酶，这个蔗糖酶哈，或者是这个麦芽糖酶，很快的就会让这些淀粉在十二指肠的部分就完全分解成为葡萄糖或者其他的单糖。这些葡萄糖、单糖一旦进入身体之后，它迅速的让你的血糖升高，你的身体就会达到一个所谓的兴奋的状态。这个糖会让你全身觉得好像活力充沛，但那个其实是一个错觉啊，基本上是我们的脑袋对于糖这样的东西所兴奋的这个区域叫做多巴胺的分泌，会让你觉得吃下去好嗨啊，觉得吃糖真的是快乐。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甜点？但是这个震荡的高点这个兴奋的高点，很快的我们身体立刻就要把这个糖做一个处理，想办法要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的方式上就是透过胰岛素的作用，所以我们的胰岛素一旦感受到你的血糖升高，立刻就把它下降，降下去之后你就马上又感到一个相对性的低血糖，所以你的饥饿感来得很快，兴奋的快，很快的你就会想说再吃点甜点。所以你看一般小孩子，你叫他吃饱饭之后到了麦当劳再叫他 点一个甜点，他一样可以吃得下去，因为这个甜的东西会让你失去对于饱足感的感应，所以你不会觉得吃甜的东西会吃得饱，你会越吃越多，吃下去之后觉得撑到受不了了，你只要胃稍微排空一点点你又可以再吃。所以甜味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造成你上瘾的东西。那有一个名词叫做 sugar addiction， 这英文的叫做糖瘾症。那这里面我就要跟大家定义一下 sugar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即使不管是台湾的医生、美国的医生，大家在谈 sugar 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混淆。那一般我会比较想把 sugar 定义成为甜味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现在讲整个减肥的策略的时候，我会希望你把 sugar 定义成所有含糖的东西，含多糖或者是单糖，只要是它会最后分解成为葡萄糖，分解成会让你血糖上升的东西，就叫做 sugar。 第二件事情是血糖的糖跟我们现在讲的多糖的糖或者是单糖的糖到底也不一样。那我这边现在跟朋友们特别定义，血糖指的就是葡萄糖其他的果糖在血液里面也会升高，但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都只有检查血糖，而血糖是唯一会让你的胰岛素反应的东西。所以任何你吃的食物如果会让葡萄糖血液里面的糖升高，它就一定会刺激你的胰岛素。胰岛素它天生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糖赶快压低，压到哪里去？各位可以想一想，这个糖如果没有离开你的身体，它到哪里去？绝对不是立刻被你用掉，我们身体没有那么厉害，它一定是走储存的路线。而储存的方式只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我们最讨厌的东西，就是脂肪。所以你吃越多的糖就越容易造成脂肪。那刚刚讲到糖瘾，其实在美国有一个研究就讲到说，美国在纽约这个毒品乐戒所出来的犯人，他们离开这个监狱之后，第一个要找的东西我们不要讲说食物，第一个找的东西其实是糖，也就是他知道糖对于他的满足的程度，让他在最廉价的情况之下，他不必须立刻找毒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糖兴奋的区域其实跟海洛因、跟吗啡居然是相同的所以糖瘾这件事情真的是存在的。而且糖不只会让你上瘾，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是不断的让身体去增加胰岛素的负担，胰岛素把它变成脂肪。所以你如果今天想要吃一点点的糖让你快乐，你要想见它在你身上造成的效应。我们假如各位还是想要算热量，我们可以用简单的热量的计算让各位知道糖到底有多严重第一件事情，假如你现在想象你身上有五公升的血液，一般女生都有五公升的血液，五公升的血液，假如你的血糖浓度是100乘上五公升，大概你身上目前存在的糖只有5克，在你血液里面糖只有5克。可是你只要喝下一杯的甜的饮料，里面所含的糖大概有35到45克。这个35到45克等于是你血糖含量的
十倍啊。这个十倍的量，你觉得你血糖要升到什么程度？所以胰岛素这个时候一定是疯狂的工作把它压下去。或者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的是一碗饭，一碗饭按照我们的热量计算大概是280大卡，换算成为糖就是70公克的糖，是你现在血液里面所有糖的14倍。这样高量的糖，你想想看你身上大概需要花多少的力气来把它压下去，而压下去的地方绝对不是当场你可以消耗掉，一定是储存起来。那你要想想看你消耗的效率有多少，如果我们用热量计算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跑步一个钟头大概只消耗掉400大卡，而你吃下去的一碗饭就有280大卡。你要注意到只有一碗饭而已，你如果喝下去一杯饮料也就是500-600大卡，那些热量你根本是无法透过跑步一个钟头来消耗掉。所以千万不要再上了这些厂商的当，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没问题，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的吃一口糖没有关系。要知道这些美味的甜品加工品它就是吸引你来上当，而如果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对这些东西没有警觉，认为多吃一口没关系，那就真的犯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最大最大的地雷，最大最大的陷阱。